启动飞机操纵杆，象征带领大家飞往新加坡。来自新加坡知名银行企业再度举办新加坡欢乐城，将8公尺高的数位瀑布以及新加坡知名景点天空树和10多家新加坡知名品牌搬到现场，让民众感受到浓浓的狮城风情。我们上次的活动，5天，那有3万多人次的参加，那线上呢也有几百万的这个人在观赏，所以非常的这个震撼。那去年原本要在主办，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，我们就暂缓。那今年我们卷土重来，在这个地方重新来办第二届。那其实呢，今年的这个活动更盛大，我们今天有大概10个新加坡的品牌，家喻户晓的都在场哈。现场包括新加坡旅游局、新加坡航空以及众多新加坡知名商家都前来共襄盛举，像是知名的咸蛋零嘴、海南鸡饭、肉骨茶等新加坡美食，将独特的新加坡文化介绍给民众。新加坡我们来了，我们未出国嘛，一秒未出国，所以我们已经来到新加坡。来到新加坡，当然一看到就看到鱼尾狮，然后看到了天空树，再来等一下还有精彩的数位瀑布，这些都是我们到新加坡来一定要来的地方，非常棒的景点，有很好的景点，还有很棒的美食。新加坡欢乐城将于4月28号到5月2号在市府转运站2楼广场热闹登场，要让无法出国的民众体验新加坡多元的美食与文化，感受道地的狮城风情。记者林习慧台北报道。